十七分情意，留三分欢喜，甜蜜的心意，你是我的甜蜜。你的声音又开始在发光，系上了围裙，忙碌又认真，笑容与温柔交织的心意最令人难忘。这世界没有太多的大道理，唯有美食才不可能抛弃。闻到一丝香味就能让我的天空放晴，十七分情意，留三分欢喜，欢乐时刻幸福再添一笔。约定的花期，童话的秘密，一起创造更多的回忆。听夏日蝉鸣，等流星轨迹，所有的梦境全部关于你，是我的甜蜜。哦，来吧，提安娜小姐，这是最后一个了。吃完后请告诉我您的感想。丽塔做的手工冰淇淋，我还能再我不行了。那么先说说刚刚吃的那三个冰淇淋里哪一种巧克力酱的配比最完美呢？我觉得都好吃。一定有最喜欢的吧，请您务必选出最完美的那个。上一次我也连着替丽塔试了很多道菜，就是因为她想计算我想计算食材的最佳配比，唯有最合适的配比才能做出完美的料理。丽塔小姐的料理非常完美，但料理只要能向用餐者传达出自己的心意，配比和口味都可以调整。不如说心意本来就没有最佳配比。说起来这些事啊，我差点忘了，参考福华大人上次试菜的评价，我为大家做了晚饭，每一道菜都比试吃时更精致了。谢谢丽塔。对了，这一份请帮我转交给德丽莎大人。哇，是红母哎！啊，这么多道菜，每一道都要反复调整配比吗？丽塔小姐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完美呢？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拜拜，路上小心，有空再来啊。照片不错。只回复了这几个字，果然是比安卡大人的风格。黑巧克力170克，无盐黄油110克，还是要用这个配比最好。黑巧克力和黄油隔水加热，慢慢搅拌至融化。在另一个碗里加入两个鸡蛋，再加适量糖粉，打发成2倍大的细腻蛋糊。为了去除鸡蛋的腥味，可以加一点黑朗姆酒，再晒入杏仁粉。最后将融化的巧克力酱倒入蛋糊，混合好的巧克力面糊需要冷藏半个小时再烤制，同时将烤箱打开，预热到220摄氏度。啊，还有一些时间，正好可以打扫一下。我回来了。欢迎回来，尤兰戴尔大人。今天晚上吃什么？今天有烤牛肉、金枪鱼、西兰花、芦笋、红腰豆、玉米粒配蝴蝶面，共计652.7千卡。碳水蛋白质蔬菜的比例是1:1:2。好像有巧克力的味道。我做了熔岩巧克力蛋糕，您要尝尝吗？下次吧，我最近要适当控制下饮食。
我明白了，尤兰戴尔大人。嗯，フォンドンのショコラ。还是给我一块吧，熔岩巧克力蛋糕不及时吃的话，巧克力浆就会凝固，口感也会变差。乐意为您效劳。不错。看来我要多加两节拳击课了。好的，我会和您一起去。今天的晚饭也很完美，谢谢你，丽塔。您客气了，尤兰戴尔大人。最重要的是向用餐者传达出自己的心意。牙医小姐，丽塔，我同意您的观点，只是对我来说，这就来，尤兰戴尔大人。完美，就是我的心意。